各位观众，感谢收看我们的金宝可梦大影片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已经回来我们的家，准备跟我的 mother 告别一下，等一会儿要去港口，准备离开这个小岛啦。亲爱的妈妈，我们已经打倒了这个我们的哈拉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们要去什么？有调查过附近的石克拉山丘吗？石克拉山丘，哈乌跟莉莉亚还有很多宝可梦在那边，很耀眼，开心。这里我不是来过了，这里应该没有我想要的吧？好吧，我们直接去这边了，我们要去这个沉船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跟妈妈告别了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前往吧，骑上我们的肯泰罗。OK，Let's go！ 嘿，我们到了 ，Yes！ 找到我们的库伊博士了，库伊，还有我们的莉莉爱了，准备搭船了，这船也太高级了。下一次直播是几点？不一定呢，我今天比较不一定。OK， 船阵没问题嘛？这不是就是古典风格？小幸运要一起去了。好 ，J， 如果你已经抓好宝可梦的话，也买好东西的话，我们就出发吧。应该可以了吧？我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要用了吧？好吧，我们走吧。玩到这么后面了，也没有，我也没有玩很后面了。出航啦，不，可以啦，你可以找360的，不能找电脑的。OK， 迈向这个下一个地方啦，好吧？大海，继续乘着风帆往前走。感觉，其实我觉得它 3DS 虽然画面哦不是像 PS4 那么精致，但是玩起来呢，真的是还蛮有玩的感觉啦，就不同的东西。莉莉亚，你的帽子会飞走啊！难怪他手一直抓着他帽子。阿卡拉岛，所以我们要去的是阿卡拉岛，所以要自己去确认。我相信我在这边应该还有蛮多宝可梦还没抓到了，但是我很期待，就是先把剧情破一破。那等之后呢，都破完之后，我们再来那个把这些宝可梦再抓一抓。我也想要就是图鉴都抓满这样子。OK， 看到前方的岛了，我们准备继续往前。几点开GTA？应该是晚上了吧，九点左右吧。OK， 来了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岛移到那个岛，阿卡拉岛，阿卡拉，应该最后要回来，应该也是可以坐船再回来了，我再猜，好不好？耶，下一个岛，准备前往。看起来比我们原本的岛呢更繁华一点点。用跳好游艇，一边说好游艇，搞笑吗？这是笑话吗？乱回答，安，坐游艇到处游不停，傻眼，两个都在搞笑，你还是那副什么白跑随便。我觉得宝可梦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好像都不洗澡了。像我现在也都会去看以前的那个宝可梦的卡通啊，然后我现在是看到他们在打那个联盟那边的，他们衣服也都没什么再换了，一套衣服拍完整个剧情。哦，来了，两个辣妹来了，荔枝荔枝都会让我想要巧克力的感觉。哦，谢谢回顾，他叫马奥哦。我们上一个叫伊利马嘛，这里的队长叫做马奥，要拜码头一下，激发材料的潜力。哎呦，特别是你和你，好像果然是慧眼识英雄。阿卡拉岛队长并非只有马奥一人哦，所以还有别人哦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再继续在这个岛屿上面呢，陆续的去找寻一些新的宝可梦，然后再跟他们对打。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宝可梦，感觉不错。台主要换 PM 吗 ？PM 是什么意思啊？早安，这个是 3DS 的哦 ，3DS 的。明明在担心，却有点不太帅。但是那温暖的当君王。阿卡拉岛上有三个考验，
如果要立刻挑战，就直接穿过四号道路去欧哈纳镇，先去找宝可梦东西。大家都有各自想要去的地方。Pokémon 的缩写哦，目前应该我是也是想要换卡比兽啦，我等它进化之后我们再换看看哈。目前还是先以这个我们的 SJ 来为主好了。好，他刚刚说如果我要去，直接去打的话是去四号道路这样子，反正我们就顺着剧情走啦。啊，每间店我们都来逛逛看，这个是什么店？要坐船哦，这是坐船的。这周我应该可以去那边吧，哦，对不对？如果要再回去或者去哪个岛，应该从那边。好吧，这间呢？这间是干嘛的？进来看看。哦，这边有小朋友，不能随便跟人家讲。小吃罐耶，观光中心。这是可以拍照的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要占卜呢。你要拿哪只宝可梦？我们来占卜一下看看。这个我真的没试过。我来看看 SJ 以后的一些深入历程是不是好的。想到更好的名字怎么样啊？否，我不要。怎么烂东西啊？这可以拍照哎 ！Oh my god！ 我变比基尼女郎了。我先出去好了。如果真的宝可梦，我要小河了。代理的狗写个桃毛没去。来吧，那我看看这边有动画了。小幸运看到一件时装了。啊，不是小幸运啊，莉莉爱。不要。你要。要去选衣服，那个我也想去，不过这孩子，好吧，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去找遗迹比较好。那我们就去听涛酒店了，但那个店名都好奇怪哦。没问题的，不要，嗨嗨嗨嗨嗨，你给我回包包里。怎么大家都受伤？要小心啊，要小心啊！他不想回去，他就跟皮卡丘一样啊。可惜我们没有皮卡丘。OK， 好，告别了我们的莉莉爱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。哦，还有，骷髅队不用担心啊，手下败将啊。好，发现慷慨世代处有漂亮的建筑物，这有个妈妈，送给你糖果，这么好，神奇糖果哎！对了，上次呢，他好像还要给我们什么结晶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结晶的部分。你也受伤，怎么这么容易受伤？该塞里，该塞里，神奇糖果是干嘛的？哇塞！这根本就是仙剑的金蝉网嘛，它可以升级一级耶，格斗力啦，格斗力，我们就给那个用，给这一只木下力士用，哦，它这样会有更棒的属于它的力量。边有宝可梦中心，然后这里有剧情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就是，哎，对到眼了吗？有两个人，没错，我现在正在主导巡礼，德寇西哦，还蛮帅的，感觉是外国人。吉娜棒灯，如果可以的，哎呀，果然要打架了，也要去看医生啊，要去看医生哈、哦。好吧，看到就想打，来吧，不害怕的啦，我们已经二十几了，就相信我们已经打得赢。哎呦，很帅哦，德克西哦 ，XYS。啊，呆呆兽！那我应该出一只大蛇背吗？把它抓起来，只能对卡比兽哦。哦，所以我要等它变卡比兽的时候吗？它是水系的呢，我们还是继续舔吧。蛇舔这招最厉害了，舔到它麻痹哦，它15级耶，虽然蛮强的呢。它用水枪啊，糟糕，水灭火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哦，蛮痛的呢哦。我再继续用，再继续用。那个 Z 力量我们暂时不用。上代的角色 ，OK， 效果绝佳了。还要射我一次哦，还好等级够。再一场 ，Come on，
死吧！嗯嗯 ，yes， 得靠西欧也不算什么，太好了。昨天看医生，还是要注意啦，注意安全啊、哦。169今年帅耶，21级了。吼吼 ，HB 要增加，攻击也增加，太好了，防御增加。小吃怪失误了，待会又有人要进化了。哦，他还有太阳伊布哎，太阳伊布。我换一下宝可梦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帮那个木下力士装了那个格斗结晶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。他现在都是格斗技能，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先换一下，冲吧，木下力士！耶、yeah, ，感觉蛮强了。哦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！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啊？有了，力量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哇、哦！全力无双激烈拳，全力无双激烈拳啊！怎么这么多个？随便用一个，来啦，看看谁的比较强。哦，他哦哦，瞬间嗝屁，格斗被超能力克哦啊！惨了，太阳伊布也太猛了吧！去，啪叽啪叽啪叽！哎、欸，早安，等等，中毒了，他中毒了。我打他不太痛哎、欸。OK OK， 哦，中毒强啊，中毒强啊，来个酸液炸弹给他，酸液炸弹，发射吧，来吧来吧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去吧，嘣 ，Yes Yes， 我们打掉他了，等级16了，小卡比兽15级，小卡比兽要升了，快哦快哦。成功战胜了，哇，2000多块哎，好多钱啊 ！OK， 打败我们的观光了，不愧是正在巡礼了。哦，他也可以帮我们补活力耶，好棒哦！事物最佳组合，五人组。哎、欸，他送我东西，猪鸡哥耳朵多面体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干嘛的。可以让你收集这宝可梦的核心和细胞的，想请我再通知你。先在四号道路上锻炼一下。帮波亚吉什么东西？这算你要蛮长一段时间的。OK OK。四号道路有另一头有个没去过城市。我不想用骑的，我觉得用走的比较好。我先看一下目前我那个宝可梦部分，真的全部帮我补好了，好好好。那我们就继续往这边看一下。刚刚莉莉爱说要来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我没见，再来逛一下。飘飘呱呱，那个好像不是莉莉爱哦。听涛酒店就是这里啊、哦，啊，这里，莉莉爱。没事，约好在这里。没错，哎，好像都要去四号道路了，好吧，我们就直接去吧，直接去吧，看今天有没有办法让一只进化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我们再往我们的四号道路哦，我们继续沿着这边走，我们骑一下好了。肯泰罗，哎，又绿到了，哇，这个坐骑更不一样哎。啊，这边好像有一条小路，这边，哦，这里啦，这里有小路 ，OK， 我们要前往四号道路了，我们先下来用走了。这里有草地，哎、欸，这边有训练师，来吧，跟这个 trainer 来 PK 一下，看看他会弄出什么不一样的宝可梦。噔噔，哎、欸，好像厨师哦，行李员、救济啊，饭店的人还跑出来这样子玩宝可梦。飘飘球，哎呦，这是新怪耶！这边应该可以抓到几只不一样的，去吧！如果待会我们有什么邪恶暗属性、邪恶性，我们再留一只在身上慢慢练一下。来吧，这个应该是没问题吧？直接火焰雅来了，飘飘球，哈扎！这等级碎、哦、，KO， 秒杀他了！飘飘球，15的经验，永吉亚17了。永吉拉十七了，别说是小费了，反倒是付出零用钱。
好，我们在这边稍微绕一下，这片草地应该会有一些我们可以抓的，我们来抓抓看吧。嘿，小约克，是狗狗的那种约克夏那一种吗？这个看它等级一下，十一级的，我这样打它会不会死掉？我们用蛇舔的就好了，我舔。哦，它直接咬我欸，还叫帮手。嗯，看来是没有，虚张声势的这样子。火猫三阶就有了哦，臭你之后有学到哦，那就不用了，我们就继续抓好了。再舔一下，为什么不让我舔？啊，对于野生小约克没有效果，居然没有效果啊！好吧，那我们毒牙一下，火焰牙，不要一次就死欸。Oh no！太强大了，怎么办？等级太高了。很像伊布，会吗？刚那个邪恶的那种比较像，在这边的岛上呢，比较能够适应一下。才需要点到位，对啊，但是那不能装啊，不然我已经……哎呦，新的欸，泥奴仔，小毛驴来了，小毛驴来了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他什么系的？我莽哉，好厉害啊！直接先来个猛推看看好了。哦，他用重大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怎么这么强？猛推啊，不痛欸，持久力，我们打出了两次攻击，哇塞，很猛的感觉欸。我要用 ZZ 酱了，刚没有使出我们的 ZZ 酱，激烈犬来了，看看，哦哦，气力减弱了，来了，使出我们的 Z Power， 把你妈图片，加油啊，激烈犬啊，全力无双激烈犬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厉害的来了，哦哦哦哦，这个特效猛啊，我把他打死啊。这根本是七龙珠了吧？这个下一幕点神奇宝贝小兔，看看对方哦，是哦，我这样可以在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我点了就可以看到了。玩泥巴啊，没有写它什么属性呢、啊欸？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把它抓到好了，这样不行，我抓抓看，丢丢看，虽然有一半的血，试试看，拜托 ，Go， 一球入魂。草泥马加炉子，欸，嘎嘎，不用打那么辛苦，嘎嘎，直接抓了，我们抓到泥炉仔了。泥炉仔，这名字真的很难念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全爱死的招式，耶、yeah ，又抓到一只新的了，这是几号呢？132号哎，好后面哦，登录了，登录完毕了。哦哦，所以它会跳出另外一个岛的图鉴啊，这个是地面属性的、哦。地面性哦，还有这种属性的、哦，这个我们要不要留一只？这个感觉好像比较强，我们把它哪一只换掉？我把小磁怪换掉好了，因为小磁怪对我来说应该是比较没有用到。电系的话，感觉好像真的需要在这边稍微磨练一下哦，不然真的我觉得去到那边可能我们也打不赢人家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好了，这边感觉没什么。我看一下这个公布版是什么，相同种类宝可梦能力也各不相同，就算一开始没什么配对，没有。这边还有另外一片，我们在这边再绕一下。来咯，有个不一样的，嘿，宝宝丁欸，现在的宝可梦也有欸，宝宝丁欸，宝宝丁什么性的？我看看欸，好厉害欸，一般属性的，一般属性应该用格斗就可以了啦齁、哦、那我们先不要打太大力，我们用皮瓦就好。拜托，我想要抓一下宝宝丁。嘿、欸，嗯，不想把他打死了，感觉这个好像直接一颗球就可以了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啊、我们在这边再绕一下，拜托拜托，再让我遇到我们的宝宝丁，宝宝丁。这是什么？强二基母虫哦？这是什么属性？我们再看一下，怎么这么多种虫系的？虫系的应该
用火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怕把它弄死啊。欸，没想到这种小小只呢这么厉害啊。特防大幅降低，我们用拍击的，要扒了。哦，痛！格斗打床减半，胖子其实可以上。OK， 毒手，哦，又打中他毒手了，可以啦，一半了啦，好吧，我们来抓了啦。强二鸡母宠，哦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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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拜托，再让我们入球一只，来啦，一球入魂。一起，你上，嘎嘎 ，yes yes， 欢迎回来，我的 Pokédex， 我们有做到一只啦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，宠很像那个自奶，有没有？这几号呢？噔噔噔，27号，还蛮前面的哎啊、哦、，OK， 这是宠系的，我们下一步。好吧，我们再往上走一下，我看看，往上这边应该还有草地。哎、欸，有训练师。哦，不是不是，那边有球哎，然后这边有东西。啊，奇妙的生物被吸进了鸡儿体里面，来自吉诺的联络讯号。刚刚就是什么鸡格尔德的细胞，不再联系你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反正就是会有新的哎。欸，这还有一个训练师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边再绕一只，对我的配置可以再考虑。重系打游点游戏，哎，遇到了，直接来了，直接抓了。刚刚一拳就死掉，这个感觉不好打，很怕一巴掌把他打死。扒了，哎，不会不会，哦，可以了可以了、哦。我一直以为我们的能力比较强。好，来来来，快快，他快死了，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先抓先抓，再不抓，等下就被毒死了。OK， 这一次一定可以了。吸，巢穴球好像有哎、欸，一、二、三，嘎嚓耶、yeah! ！抓到了，抓到，抓到宝宝丁了，宝宝丁了，太好了！我们今天多了3-4只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操你，来到17级了 ，Oh my god！ 睡哦睡哦，木下力士也提升了，6%了。所以其实我上一个岛没有抓到很多不一样的，好吧，我们跟这个打一打就差不多了，好吧，来了，收藏家，换句话说就是要跟我们对打的，来了，他叫做什么呢？他叫做静勇，我刚刚以为他名字叫加静勇，来了，准备，哦，他派出小卡比兽，哎，三只等一下的怪巢穴球比较好补 ，OK。来吧，木下力士，使出你最强的招式，直接把他推倒吧，推倒在地，全部都是效果绝佳了，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希望一击就必杀，就27个，去吧！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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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力量笼罩了全身，全力无双激烈拳来了来了，拳打脚踢，乱飞乱踢。死吧你小卡比兽 ！Oh my god！ 一拳就死掉了，倒下，瞬间嗝屁。来啊，再来啊啊！哦，18级了呢，哦，越猛哎，哦，太强了太强了，哦 ，SJ 22级了啦，小卡比兽16级了，哦，今天大大提升了，宝贝龙哎，宝贝龙是什么东西啊？继续战斗啦，继续 fighting 啦，看一下什么叫，哦哟，好帅哦！我也要这只，这什么属性？我们看一下宝贝龙，没一般性的，那没问题啦。哎啊，只能用一次哦，对不对？先猛退一下好了。哦，它是火的，也会喷火哎、欸、哦。那我换一下宝可梦，两下了。也是蛮厉害，三下哦，居然可以打到3次，太猛了！那我们继续打就好，继续推，去把它推到墙壁就好了。还有什么？睡眠哦，猛推11，好像相扑一样，22，超猛哎、欸！再一次33，龙系的、哦。那、啊、他哦，好了，再一次吧，
太强了，猛推好猛哦，可以打三次哎，又突我，没差的，我很胖不怕。咚咚，赢了，赢了，怕冰哦，前面用力黏就好哦。好的，耶、yeah, ，我们打败靖勇了，448 KO。他、啊、旁边有一个那个球，我们来拿一下。嘿嘿嘿嘿，活力碎片。好啦，今天大概是完成这样子。那我们已经来到四号道路，准备在这边呢稍微再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可以再继续往前走。那我们今天也收服了许多只我们之前没有的哦，在那个岛还没收服到的，那也收了三四只，等级也都慢慢的提升了。希望呢，在下一次呢，我们的宝可梦可以持续的进化，持续的收集到更多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精灵宝可梦太阳篇。那如果喜欢的影片呢，可以记得帮我按赞和订阅，随时追踪我的动态。我们下次直播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